好，诸位菩萨啊，常护法师哈，诸位法师，还有诸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早安哦，这一次，整个6月呢，还有7月的3个礼拜呢，都由常护向刚道场的建院常护法师来跟大家介绍祖师的禅师的故事哈。那今天的主题是洞山两界。好，那我们请常护法师讲课之后呢，还有一点 Q&A 可以大家提问。好，请大家合掌，向常护法师一问讯。好，请法师开始。东初禅寺建院法师，各位线上的法师菩萨，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这个禅师的故事，那要谈的是我们朝洞中的祖师，洞山良介。先分享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天呢，这个东山禅师，那他在这个江西的这个洞山这个普利禅寺呢，那住席然后他在那边很久很久超过30年，因为他修行非常好，所以这个当地的这些土地神祇呀，其实非常的敬仰他，那也认为说。能够去礼拜恭敬这个禅师的话，也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福德。所以呢，总是想要去礼敬这个洞山禅师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平常人看到师父就是师父看到老师就是老师嘛，就眼睛就是可以看得到。可是这个鬼神呢，他们呢，其实这个眼耳鼻舌身，事实上一切都是在心的功能。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人类有这个实体的这个眼根、耳根，所以他们是从这个心作意，然后再去了解到，是从心看而不是从眼看。那这个东山禅师啊，一生行持非常的好，所以他就是我们套一句这个国兴法师常常讲的，就是真测不到哈，这个土地神啊，怎么样都是侦测不到这个洞山禅师。有一天，这个就是洞山禅师，他在禅院里面在这个寺院里面就看到这个大寮啊，他可能在这个处理这个洗米水的时候啊，结果就是可能在倒出去的时候，就是多了一些这个米麸。这些碎碎的这些米麸，就是有米啦，有麦子这样子。这个时候，洞山禅师他才起了一个心动的一个念，说：“哎呀，这个是常住的东西呀，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浪费这样子？”那他动了这个念头之后呢，终于这个什么这个土地神、土地公 能够去侦测到这个洞山禅师的心。然后就好开心，好开心，然后赶紧现身，然后 去跟这个什么，这个洞山禅师礼拜。那雪窦禅师曾经有讲哦，就是说所谓的伎俩啊，其实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讲说就是戏论，就是说如果你到这个状态底下，所有的戏论都没有，到这个没有伎俩的这个地方啊，就算连天魔波旬啊。也没有办法找得到你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哦。那再来一样的哦，这个云居道彦禅师啊，那他是这个洞山良介的这个等于是他的法师，那他在这个洞山禅师坐下修行的时候呢，他也是等于是结茅山峰，那他等于是。也是，在自己在这个禅寺的附近的这个小茅棚呢，然后闭关自修用功这样子。那经过了这个10天半个月有一次在10天半个月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这个
云居道院禅师怎么好几天十来天都没有跟大家一起来过堂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东山禅师因为当时候他住席在这里，禅师就问说，怎么最近都没有看到你来吃饭啊？哇，这个云居道院就有点就算是有点这个怎么讲，他说我没有吃饭，我不是没有来吃饭啊，因为我每天在这个茅棚里面打坐的时候啊，每天时间到的时候就有天人来送餐啊。哇啊，这个好像一般人这个修行修到这个天人来送供的话，好像很不得了的这个层次哦。结果这个东山禅师一听就瞪着他，然后看，我以为你是一个人想不到你还做这个见解那晚上的时候到这个放上寺来这样子。那这个云居道院禅师呢，就晚上的时候那就去这个住持堂，然后去请教这个东山禅师。那这东山禅师就跟他讲说什么是不思暗，不思善，不思恶那这句一样就是这个当这个慧明禅师他知道这个无著把衣钵传给这个六祖慧能的时候，那怎么样慧明禅师以前是这个四品将军嘛就赶紧追那这个追了好久之后终于这个追上了这个慧能那慧能禅师当然远远的就看到他追上来，所以他就把这个什么这个衣呀钵就把它摆在这个石头上这样子，说如果你要的是这个东西拿了去就算了吧。结果这个慧明禅师他看到这个衣钵放在这个石头上又讲说他不是为了这个而来而是想要为了这个什么是为法来为什么这个法会难传这样子。同样这个慧能他也就跟这个慧明禅师讲，就是说那你就思量这个不思善不思恶，那如何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这是一句话头啊。所以这个云居道院禅师他就一直在想那什么是不思善，什么是不思恶然后回去之后就整个身心就安然了，就不再去想着我这个打坐打得很好，我的这个修行很好，然后待会这个天人又送什么食物来，全部都放下，那进入了真正的这个话头。那他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他的起心动念也都消失了结果这个天人我就来，我每天要找，我找找找找，怎么样都找不到这个云居道院禅师。那经过三天之后这个天人从此就不再来那这个语录里面谈到就是说这个四王他看不到这个五金居天的这个天人就好像这个是天人他看不到云居一样，因为一层跟一层之间的这个举心动念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凡夫经常在举心，经常在动念那这个念头来去非常的快速甚至自己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原来祖师他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看人家在遗忘，在吃饭，在睡觉可是不一样的差别在这个举心动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朝洞中这个一个源流那潮汐就是六祖慧能，然后从六祖大师把这个禅机机锋的这个大开大合之后呢，那底下两名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弟子，一个就是清源行师，那一个就是南玉怀让，那他们各自发展，但各自发展又比又有各自的这个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寻师访道会参禅嘛，那以前的人他们在参学的过程其实真的就像一部大百科全书，那活脱脱的就是在这个
也是在这个丛林里面，然后有好多的善知识，那能够去参访。所以我们看这个从清源行师一路下来，然后到石头西迁，然后石头西迁、之下，他就后人把他这个等于是把它归类，那他创下了这个石头宗，然后石头宗他又分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云门宗跟法眼宗啊，那当然直系下来就是石头西迁他弟子是药山惟彦，然后药山底下又有三名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学生，那当然、这个云岩坛城下来的、就是这个洞山良介，那洞山良介下来、就是这个潮山本吉，那潮洞宗呢、是这个洞山、所创，那但是这个在潮山的这个底下呢，去把他老师的这个思想把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后来、大家就称它为潮洞潮洞。可事实上、这个潮洞、很多人的解释可能就 那就是这个潮山本吉加洞山良介就叫潮洞潮洞嘛，那事实上不是、我们从语录里面、看到就是说其实对潮洞、虽然这个潮它、指的是这个、潮山本吉禅师，但是呢他因为怎么样、这个他遵随、这个潮汐、他的这个潮他 是虽然是住在这个潮山这边，可是他的这个潮洞中的这个潮呢，他并不是以自己的名字，而是以什么这个潮汐、就是回溯到这个六祖，所以是潮汐底下的、这个、潮洞中、所以不是说学生跟这个老师的弟子把它拼在一块，然后就叫做潮洞宗。当然其他的宗派是这个样子，可是这里因为是学生是在前，学生的名字、他在前面，有一般人误解是这样，那事实上这个潮它不是潮山本籍，而是潮汐的意思。那这边、开始来讲到这个、洞山良介禅师哦。那、禅师他、这个、是在唐朝的这个宪宗、元和二年、就是在西元的807年出生的，那他是这个、会稽、就是今天这个浙江、绍兴一带、他俗姓余，那他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父母啊也看到这个善根深厚、听说他在一个周岁的时候在这个抓阄，然后抓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玩具啊什么他去抓抓抓，结果 他抓了什么就抓了一本佛经啊，所以这个家人就认为认定说他这个从小很有这个佛缘哦。那当然、因为这个元素，所以、家里面把他请老师来，那请的老师就除了这个基本的这个四书五经之外、当然是多教一些他这个佛经、义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跟知见那有一天呢，这个老师就教他这个心经，然后讲到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时候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洞山禅师哦，他就摸摸自己的脸，摸一摸，然后就看着老师，啊，我就是有眼耳鼻舌身啊，那为什么经上讲没有？哇，结果这个老师就很惊讶，然后就讲说，哎呀，这个你太厉害了，这个我恐怕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你的老师了，哦，然后所以就去跟他的父母这样讲。他跟父母这样讲之后呢，当然、就把他安排、就是、到这个邻近的这个寺院、能够去学习这样子。那学习的时候过了没多久呢、他、就等于是他等于是在这个寺院里面这个、成长啊。然后、过了好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想要在寺院里面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越来越强，所以、他就、拜别了这个家人，然后迁往这个五岳山、然后去礼拜这个当时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善知识、这个林默禅师、到21岁的时候呢、他就、到
中山去受这个居住戒。那他在寺院里面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家原本是在这个绍兴这一带，然后去礼拜这个五岳山，离他的家不远，这个离莫禅寺。那之后呢，他再去在受完这个具足戒之后呢，然后他再去礼拜这个南泉普愿。那他决定出家的时候，其实家里面有来了一封家书，就是请他说现在这个父亲已经不在了，然后母亲年事已高，那希望他能够回到家，然后就是过这个一般这个我们红尘的生活这样子啊。但毕竟他自己的志向就是在寺院里面这个学习成长，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妈妈啊，其实蛮感人的哦。他写这个慈悲堂书就写给他妈妈回信回信跟他讲说我们知道这个诸佛出世都是因为有父母，然后才有这个生命的。然后这个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够成长，也是因为天地的这样的一个德育能够去孕育出来所以如果没有父母呢，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生命，那没有这个天地的这个山河呢，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成长。那这个所以他的这个一生的生命都是因为来自这样的一个养育之恩，然后都是来自这个天地的这个富裕之德这样子但是呢所有的友情世间所有的万象，其实哪样它是能够跳脱无常的呢？而且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生灭。虽然这个母亲父亲的这个哺乳的这样的一个亲情非常的深但是呢，如果把世间的这个最好最好的这个供养回馈给这个妈妈父亲母亲的时候，还是难以报答呀。然后就算我用这个血肉之躯，或者是能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饮食，然后能够去照顾到父母，可是这样子又能够照顾多久呢？所以他就谈到说，所以其实孝经上曾经有讲到，虽然日用三牲之养就是说虽然每天用这个什么猪牛羊这么丰富的，以前在古代这三者代表最上的这个肉嘛就讲说虽然每天能够用这样去供养父母，还是不孝啊。然后彼此如果相牵沉默，然后还是这样子轮回。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想要报这么高这么深厚的这个恩德的时候没有比出家功德更好的。那出家这里的出家不只是这个身形上的，而是你出家之后，然后能够去截断这个生死流转的这样的一种众生因缘的这个爱河，那超离这个什么烦恼的这个苦海。那用这样的一个修行呢，去报千生的父母，因为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我母嘛，反正用这样的一个修行去报答一切众生的恩然后去回馈这个万劫我们一生又一生，一劫又一劫的不断的都是受到这个众生的恩德，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回馈三友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去回馈世德就是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跟三宝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回馈父母。我想他就谈到说这样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他能够就是能够去免除这样的一个恩德，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念众生恩德。所以他继续讲一直出家九族升天，那两界舍今生的生命他就谈了，那个时候他要出家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决定，他要舍这个今生的生命，然后从此再也不还俗
然后将永劫的尘根呢啊顿明般若啊，就是他希望就在这一辈子呢，能够用最大的一个心力，然后去了解啊，能够什么是真实的这个智慧，然后希望他父母呢啊能够心啊欢喜，然后能够喜舍，然后不要啊再攀这样的一个俗情之缘，然后希望能够学啊像净饭王啊，希望能够学这个。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哦、各自用功修行，然后他的意思、哦、希望我们在未来能够在这个什么、诸佛海会里面能够相逢，那今日此时呢，我们不过就是这个俗身的一个暂时别离而已、哦、然后所以他就谈到说其实、哦、他并不是要违背这个父母的一个意思啊，哦、也不是说、这个想要、不孝，但是呢他只是想表达就是说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时度此生、希望这个父母能够释怀，然后不要再、有这么深浓的这样的一个牵挂、这个时候是他那个时候出家的时候、要出家的时候、给家里面、写的一封信、非常的感人。那他我们刚才看到说他持家，然后出家，然后去受寄足戒，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他的启蒙的老师五戒禅师之后呢，他就去礼拜了这个大禅师、这个南泉、普愿禅师。那我们知道这个南泉是谁的学生、是马祖道义的这个学生、那他去拜访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是正值这个什么马祖道义、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名旦、所以这个寺院里面当然是会修这个什么斋、就是会、五斋会比较丰盛一点这样子咯，加菜、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在禅堂里面、今天如果挂牌挂这个是什么、这个马祖会城修斋挂了一个大牌之后，大家就知道哎，今天是大家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但是呢在挂牌的时候也是大家集中、就是说大家是聚集在一起的，那一样、在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想到就在禅堂里面、然后、所有的这个很用功的这些禅和呢、是这样子，那也是非常摄心的，然后、向内收摄的。但是这个时候主事开堂或者是首座或者放丈就出来会讲一些开示咯、或者就是把这个浮尘一举起来问大家哎，这个是什么意思，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用功，有没有新的这个见地这样子、所以、南泉一样不例外、他在这个禅堂里面、就举起那个浮尘，然后就问今天是马祖设这个马祖斋啊，那不知道我们设这个斋马祖会不会来吃啊哦，就这样子 一举一问这样子、那这个底下的学生呢、当然很用功，可是还没有这个心得，所以没有人敢讲话哎，这个时候才刚来的这个东山禅师啊、就出来就讲什么呢，等他有伴的时候呢他就会一起来了我就回答到这里。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讲说在斗鸡峰的时候祖师他举了一个名相、举了一个事件、要学生回答的时候看学生会不会就是怎么样只是陷入这个事项上，那如果你是陷入这个事项上就是怎么样、要么就是挨一棒，要么就是挨一喝、这样子。那、这个当时候的洞山他已经，因为我们谈到说这个五戒林默禅师也是非常好的善知识嘛，所以他这样一修行之后他已经很有见地了，所以他就敢敢的站出来讲，等他有伴的时候才来。那他在事项上呢、他没有落入这个什么、这个马祖的这个圈套，可是他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谈到说我们看语录、也很切记这种心态咯，就是说我们没有往内心里面去真实修行，但是就是在这个语录的这个技巧上哦，原来这个时候是怎么看语录，原来这个就是怎么样去回答语录，那不只是这个样子，是我们要更能够向内心去用功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哦，祖师到底他们在谈什么，到底在讲什么这样子。那这个南拳哦，他一听到这个洞山禅师他这样讲的时候，嗯，就等于是蛮称赞他的，所以就当众讲说，你虽然是后生之辈啊，但是你是蛮值得栽培的哦。哦，这样子，那通常一般人听到这样子就会觉得好开心哦。哦，结果这个时候洞山他竟然回答：“哎呀，和尚你莫压两为鉴。”哦，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佛性本来就是这么圆满的啊！哦，我不是靠你栽培出来的，你不要把我这个什么，我这个粮草再把它压成一个剑，这个剑草这样子哦。他就是这样子回答哦。那我们看，那他参访完这个南拳普院之后，你看那这个一开始回答就怎么样，哇，让这个南拳普院禅师非常的赞叹。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洞山他自己本身还要寻找能够更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一个更像内心，或者是他正在追寻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境界。那也可以说哦，他在南拳坐下他不见得是这么的相应，所以他离开了南拳之后，然后他就去参这个蔚山哦。那这个地图我们看，其实这是唐朝时候的地图，那一个州一个州之间那事实上都不是像我们现在有飞机啊，有捷运啊，有车子啊，哦，都是穿草鞋来的，然后一步一步，然后走没多久，那可能这个草鞋就坏了，要么就是要修，要么就是要换，哦，那真的是千里迢迢的去寻师访道。那再来，他就来到了潭州这个地方，然后去参这个蔚山。那他参蔚山的时候呢？哦，当然他就请教这个蔚山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他就是在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件事情他不明白，所以他就请教说，我曾经听闻这个南阳宗国师啊，他曾经讲无情也会说法，但是呢我实在不明白我们有情嘛，有情众生他会说法就算了，那为什么无情也会说法呢？然后这个蔚山呢，他就讲说，那你讲讲吧，讲讲这个无情说法的这个典故，让我来听听这样子哦。那这个洞山他就说好，那蔚山就说那你讲讲看。然后他就讲说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修行人，也是一个禅和就问这个南阳宗国师，问他说如何是古佛心呢？然后这个国师他就回答说，墙壁瓦砾呀。然后这个在禅和这个法师他就问说，那墙壁瓦砾他不是无情的吗？然后这个国师他说是啊。然后这个禅和他就说，那无情怎么能够说法呢？然后这个国师他就讲他不只能够说法，而且他是经常在说，而且大说特说，而且怎么样，从来没有停止啊。然后这个禅和他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到呢？然后这个国师就回答说，是你自己没听到，你不要以为别人都没听到。哦，就这样子，就这样回答他呀。哦，所以就这个学生还是不明白，我在想说，那谁到底是谁能够听到呢？哦，那国师就讲说，这个诸圣德闻啊。哦，然后那这个禅和就想一想，那你能不能听到？然后这个国师就回答，哎呀我听不到。然后这个禅和就讲说，那你既然听不到，你怎么知道无情在说法啊？这个回答非常的妙。那国师讲说，还好我没有听到，我如果听到的话就跟诸圣一样的，那我如果跟诸圣一样的话呢你也听不到我在说法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学生就说，哎呀你都把我说糊涂了啦，怎么众生跟这个诸圣这样子怎么是变成没分别了啦。然后这个时候国师才谈，哎呀我是为众生说，我不是为诸圣说呀。然后这个学生就问说，那众生听完之后会怎么样？国师就讲说，
听完之后就不是众生了。哦，所以学生这时候还是不明白哦，啊，再继续问，就是说，那老师，请问有没有这个典故啊？啊，有没有这个经教的这个依据啊？然后这个国师他就讲说啊。卓然，其实我谈的呢绝对不离经教哦。那你难道你不曾听说吗？华严经曾经讲说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哦，就这样子讲了。那东山就把这整个故事里面讲完了。那讲完之后，魏三弟听完之后，我这里也有一些东西啊，只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一个学生啊。那东山讲说，我还是不明白哦，那请老师你讲讲。所以这个时候，魏三就把这个符纸拿起来，就讲说，会吗？懂吗？然后这个东山就讲说，我不会啊，请和尚明示这样子哦。啊，这个时候魏三看着他就讲，我爸妈生给我的嘴巴呢，不是为你讲这个的。啊，就是不把他说破啊，哇，所以这个哇，东山就这个满腹的这个什么，哎呀，让他的这个，我们可以讲说，让他的这个疑惑啊，也可以讲说，让他的疑情呢，啊，更深了。哦，那他参了魏三，哦，魏三就跟他讲，父母所生的口不是为你而说的嘛，啊，这句话就结束了。听不懂就是听不懂，我们的因缘就不在这里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啊，离开了这个魏山，然后再去拜这个云岩坛城哦。那他在拜云岩坛城的时候呢，还是继续内心里面一直在参这个无情说法到底谁得闻这样子哦。哦，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云岩禅师就跟他讲， 无情说法当然是无情得闻啊，哦，那他一样就是要举一样是这样子，那如果无情得闻的话，他就问说，那老师你听不听得到啊？一样的回答，这个云岩就跟他讲，我如果听得到的话，我就是无情的，那你就听不到我在说法了。然后这个洞山他就讲说，那为什么听不到呢？他继续还是把这个符纸举起来，哦，你看所有的祖师这个符纸一举起来的时候，你听得到吗？他讲，啊，听不到。啊，云岩禅师他讲很有意思，他讲说，我这样子说法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你都还听不到，那你怎么能够听得到无情在说法呢？啊，所以这个时候东山就讲说，那请问老师啊，这个无情说法的典故从哪里来啊？云岩禅师就跟他讲说，你难道不曾听说吗？哦，在阿弥陀经上面讲嘛，哦，水鸟树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啊。哎，讲完之后洞山他内心豁然有醒，好像就觉得，哎呀，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哦，好像 他自己认为自己明白了，所以他讲了一个偈子，也大奇也大奇，就说，哎呀，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无情说法不思议啊，哦，原来无情的说法是如此的不可思不可议啊。那如果你用这个耳朵去听的话呢，哦，你是听不到的，等到你用眼睛听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哦，他就讲了这个偈子，哦，然后讲了这个偈子之后呢，他，哦，就觉得很感恩这个云和尚的这样的一个指点，哦，然后 就问了就说老师如果百年之后呢，然后如果有人想要问说，是不是还有能够去把老师的这个形象描绘的，栩栩如生的时候，是不是其实这也是语带双关啊，就是说百年之后有没有人能够再去，能够看到老师你的面容呢？那另外一个是更真实的意思，就是和尚啊，你百年之后有没有人能够更真实的去把你的这个心法，哦，这个 最深的这样的一个法如实的这个呈现出来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要怎么做呢？那这个云岩就跟他讲说，那你就跟他讲就是这个，
他一谈到这个就是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洞山他就进入一个很深的一个沉思啊，他说就是这个。那这个他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了嘛，可是他以为自己已经明白的时候，忽然老师讲是这个的时候，他又答不上来。所以这个时候云岩、就跟这个、东山、两界讲说，接奢礼呀、就是尊敬他、你呢、是要承担这件大事的、所以你真的要好好的用心琢磨。那讲完之后、他们就拜别了。那这个就代表说其实、他想要把老师的，当其实他想要问老师的这个真容的时候呢，就代表说他其实还不够明白，所以才来请教老师。那老师最多也就只是把他指点到这而已，这里而已，就不会再进一步的去把这个答案讲出来、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答案如果他是讲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求得会怎么样？你东西如果是用求求到的，它会失去嘛？那这个东西如果它是用修的，修得会怎么样？修得，你不修的话会怎么样？会退掉哦。所以我们就不要以为说，真正进入到禅的境界的时候，就是我们模拟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或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然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或我们具足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变成什么观念，然后去推敲它，或是用怎么方式去操作它，去模拟它，它怎么样去学习它，复制它。如果你都是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那都是不对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回答之后，就让、洞山他非常非常清楚知道说，真的、他这个功夫还没有真的用到家，所以他就拜别了这个云岩，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想要再去找寻下一个善知识。那离开之后呢，有一天就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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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知道在江西湖南之间，除了这个主要的这个江河的流域之外，有很多这个小沟小渠。那有一天他在这个、要跨过、一个沟渠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沟渠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那一看了倒影之后，他终于明白怎么样能够去把老师的最真的这个真容能够去让它呈现出来。所以他自己就写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非常非常的有名啊。谈到说切忌从他命，你想要找到你的这个真实的面目，我们可以谈到这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你呀、不要只是向外去追寻啊。你越向外去追寻，就越怎么样？你每一个追寻的过程都跟你怎么样？越离越远。然后今天他没有向外了，然后这个向内去追寻的时候，赫然才发现怎么样？每一条都是大路。那每一条都是大路的时候，他一看到就借由这个溪水 去做一个比喻，这一条溪水啊就是我呀。可是这个溪水是我的时候，你能不能讲说那溪水是我，我是溪水呢？哦，你不可以这样讲，那这个逻辑观念跟这个等号不是这样画的。曲径正是我，我径不是曲。跟各位、这个同参道友、这样子分享，你们呢要这样的去体会，那你才有机会去怎么样气到最原始最原始、最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本来面目、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偈子、所以这个偈子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他在这个当下他就是、到达这个彻悟大悟的这个境界、所以他之后就在这个、江西、江南西道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湖医院，然后就从此住席，然后住了一辈子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这个开展出来的这个朝洞中、他的思想主轴是什么呢、其实谈的就是参同契
里面谈到就是闷闷一切境，然后回护不回护，回而更相摄，不而依为住。那还有另外这个，一个是石头西迁的，那一个就是这个东山两界的这个这个宝镜三昧。他谈到就是从离这个六爻，然后偏正回护，叠而为山，变尽成物，如自草位如金刚骨，如金刚杵。那这谈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修学过这个莫照明的时候，莫照里面有一句叫什么？莫照之道，离为之根呐、啊。哦，那从朝洞中的这个主持来看呢，这个离卦是什么？无穷无尽的。大家如果对这个八卦易经有所了解的话，这个离是非常非常灵活的。那离事实上又代表什么？火。那我们从这个卦去看哦，它把这个离哦就是一个火，然后我们去看这个火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只要你起了那个火之后，大家会发现哦，特别是蜡烛啊或是这个柴火，它一点着之后，你看这个火焰的变化怎么样？没有一颗是一样的哦，这个火焰的变化它是非常非常无穷的。所以这个当时候这个周公他在做这个易经的时候，他谈到就从这个大自然的现象，然后去看到这个离它的这个变化是如此的奥妙。可他这样一谈的时候，后面反而是我们佛教把这样的一个思想真正的能够把它诠释出来，因为它一般只是从这个大自然观察到，可是佛教的思想呢为什么能够观察到呢？就是这里谈到师父谈到说，他从把它重叠起来之后，你可以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宇宙世界。那在佛经里面讲，又讲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嘛，那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佛所注视的他的画图，就是这么的广。然后十方又有无量的诸佛，然后就有无量无数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从这个离卦，然后延伸到无数无量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有佛教它能够去把这样这么开阔的一个思想去谈出来。那为什么呢？我们去看这个离卦这里，那易经里面的离卦是用这个三个爻构成一个卦，然后爻有两种，一个叫做阳爻，一个叫做阴爻。那阳爻就是一整条，那阴爻就是一整条里面它有一半用以此来区分为这个阴跟阳。然后离卦呢就是它的下上跟下是什么？都是阳爻，然后中间是一个阴阳，用这样去比喻这个火蛮有意思的。那如果把两个离卦去把它叠起来的话是什么它叫做重离，重离。然后一个离卦是三根爻，那两个离卦它就是六个爻。那佛教就把这个六个爻我们来看六个爻里面有四个阳，然后两个阴，然后原本呢是阴夹在中间，可是把两个爻这个离卦放在一起之后，就又变成它的真正的中间又变成什么？是两个阳，然后等于是一阴一阳，一阳一阴，然后又各自有无穷的变化。然后如果把三个叠起来，它的变化呢又更多。所以从这一个祖师就从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卦象，然后把它推出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就像这个华严经所讲的，那这样讲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然后就是说阴一阳，然后彼此交互的互动的时候呢，它的上跟下，或下跟上，或者是上下的时候又各自再区分出这样的一个卦象的时候呢，就变成说他们是彼此是交错的、重叠的、互融的。也就是说牵一发而什么样动全身，也就是说从祖师里面，从佛教里面去看到的任何一个维系的东西，你牵一发之后怎么样，所有众生就跟着动。以最近的这个疫情为例，我们可以知道，你看很多人去推嘛他可能是来自穿山甲，可能他是来自蝙蝠，可能最早他是发源在武汉，
可能最早它要发源在哪里，可是好像我们原本以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怎么样，它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因缘产生的时候，现在一扩散出来，不是只有我们被影响，全世界耶，然后所有的众生怎么样，全部都被影响了。也就是说祖师他们在看事情的时候的这个因果关系，他们是看得这么的细，这么的清楚的，而不是我们只是单就在一个单一点的事项上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才发现哇，原来祖师里面的这个心境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通透。所以看到一切万法现象都有重重无尽的变化，那这个能够达到这种智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才是真正啊这个究竟的这个大智慧。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哦，在这个参通记里面他有谈到从一六爻偏正回复第二为三尽变成物，如自草位如金刚柱。他什么意思呢？哦，刚才谈到离卦是一个嘛，然后把两个离卦把它重叠在一起，叫做重离。那你把这个离卦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六个爻象，然后六个爻象的时候，它有这个偏跟有这个正。然后你看哦，又把这个六个爻象再把它区分出来的时候，它又怎么样？第二为三，又变成三股。变成三股，那这三股里面，如果再把这三股再把它上下一上一下再去做一个取舍的时候，在这个图右边我们看到，好、哦，第一股、第二股、第三股、第四股、第五股，好、哦，尽变成五，然后自草位。那自草位呢？这个自草、啊、是一种很特别、很有趣的草，就是说这个草呢，你如果把它拿来一尝的时候怎么样？酸啊、咸啊、苦啊、辣呀、啊。干啊，同时你都会吃到、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又像金刚杵，金刚杵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杵、啊、里面它从前面是一个点，对不对？那一个点它后面一分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五个骨，那五个骨到正中间，然后这个正中间这样是你手拿的手指的这个地方，然后后面又变成一个五个骨，就是说你从一点它就能够去分成五这样子。那这里继续再谈到，就是所谓的这个正位呢，它就是空啊，本来就是啊无物的，本来无一物的。那偏位呢，它就是所谓的色界。那色界见的是色界，它就是万法哦，所有的形象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一些，全部都能够包含在这个色界里面。那所谓的正中偏呢，它就是背离就是，那偏正中就是舍事入理。那这里我们还不太明白哦，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哦，就是哦，前面看到这个莫照之道，离为之根嘛。然后如果你能够测见离为的时候，就好像是这个经说，就像这个玉机这样子哦，这个是织布机。然后就是你能够离开维系的无明。那另外一种它的表示就是说，就像这八卦里面的离卦哦，变化。然后正偏婉转、明暗应依，然后依无能所，底是回护，这全部都是曹洞宗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哦、其实他谈的这个明暗啊、正偏啊、哦、还有这个什么、用这个石头西迁跟曹洞宗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两个祖师的这个语录，然后去把它开展出来。那开展出来他要谈的是什么呢？可以看到曹洞宗他思想的一个著作、就是所谓的曹洞五位。那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正中偏，偏正中，正中来，见中知跟见中道、那他事实上、后来的这个曹山呢又再把它更细的去讲，那乃至到后面的学生就是这个石霜、楚元禅师也去把它谈。那谈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曹山本集他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说明、什么叫做正中偏呢、他就是理能成事、
我们做什么事情依循这个理，它就怎么样能够成就一件事情。那什么能够是叫做偏正中呢？它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一个是依循理，然后怎么样能够成就一件事情，那一个是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什么已经不离开这个理了。然后什么叫正中来呢？就是你已经体悟到，就算是理，它本身也是什么无常的也是空寂的。那但是呢，那更进一步的时候，它就是什么就是当你能够达到偏中智的时候，就是你在事，就是你在理上，在事项上，在用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怎么样完全不再去显露这个痕迹，你就不要再去动脑筋，这个是理，这个是事，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到最后的一个修行程度的时候，是叫做什么？事理双明。你全部都浑然的跟他怎么样？双明、双忘啊，双忘亦忘，他达到一个究竟的一个大自在的一个过程。那谈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师父在宝镜无镜里面更做一个更白话的一个解释。实际上正中篇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讲说学人初见自性。那初见自性之后，就好像是在一个黑暗的一个全黑的一个房屋里面，那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光明就是他不是从外面进来的，而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全黑的房屋，他有眼根，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光明。但是忽然有一天一刹那有一个光亮出现了，一出现的时候，他借由这个光亮怎么样去看到了这个房子，原来他有窗有门有墙壁有地有上有下这样子。所以从此他产生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信心，哇，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要继续怎么样有这个光明，然后能够怎么样引导他离开这个黑暗的房子，或者是说他能够完全的 发光放亮之后，从此他就很清楚能够看到这个房子的功用是什么。所以这个正中篇他谈的是初见自性。那再来呢，就是你初见自性之后，不断不断的熏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黑看成是什么很大的一坨烦恼，然后白看成是什么智慧然后从一大坨烦恼里面有一点点智慧，当你的植入明灯之后，慢慢的怎么样，你的光明越来越具足然后烦恼只剩下一点点。那正中来是什么意思呢？就那个烦恼呢，就是在很细微的这个地方，根本上它是怎么样，它不会去显露了，就是你所有的智慧都把这个烦恼怎么样把它照顾得非常好，所以它根本没有机会去发作出来。那兼中智是什么就是你其实进入到一个毕竟空的一个阶段觉诸系论，所以什么都没有，它纯粹就是有智慧这样子。但是呢这还不够，更深一步的是什么？到兼中道就是什么真正的体验到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身是到达这样的一个层次好，那时间有点赶我们简单再讲一下这个其实东山两界禅师他历经到这个唐武宗的最严重的这个会昌法难就是他有历经这个会昌的这个灭佛。那灭佛结束之后呢再隔几年的时候这个两界禅师他也这个年事已高，然后准备要这个作画。那他作画的时候呢，他有一天跟这个就三月初一啊，他这个跟弟子讲这个你帮我剃发吧然后我准备要这个圆寂了。然后这个弟子就好伤心好伤心这样子那这个时候禅师他眼睛张开，然后就讲说我们出家人心不异物是真修行你们悲伤有什么用呢不要这样做。所以就是说好吧，你们就办一个什么办一个斋，然后办这个斋，然后就告知大家，然后我最后就跟大家拜别了这样子
那弟子呢好舍不得老师哦，所以他要办斋的时候呢，就一下子厨房讲，哎呀我缺米啊，然后那个大寮讲，哎呀我缺菜啊，然后忽然这个讲，哎我怎么菜刀不见了啊所以这个斋怎么样，煮了七天煮不出来，因为他们要拖延嘛，拖现在拖越久，然后希望老师能够活越久这样子的。啊，这个东人家他看不下去的，说你们哦，这个斋叫做鱼吃斋啊，不要用这个方法去拖哦。然后就跟大家讲，然后讲完之后就，哎呀，我们这个出家人在修行哦，那临行之际也不要这么大肆喧哗啦哦。然后自己就斋戒沐浴，然后之后洗完身，然后就端坐，然后就舍报圆寂。然后那个时候他是63岁。这是最后他留给我们的身教。那当然祖师的语录非常非常精彩，比如说有人问他百千万境现前的时候怎么样啦，或者是去什么不冷不热的这个地方啊，这是洞山良介非常有名的这个语录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谈到这里，然后我们也开放一些时间给现场的这个QA 好，这个有如果有问题的，你可以写在 chat 上面，或是举手，那我们的菩萨会帮你 unmute。举手吗？没人问问题。我刚刚有看到一个 page 写修行的这个要领是吗？常护法，对，请再说明一下其实我们要谈到从朝洞里面谈到这个就是君臣五位嘛，然后其实 以后面的这个学生学人他们去把这个君臣五位再更一步的解释的时候，你看就是讲说就是黑就是烦恼，那白就是智慧。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好多的禅师哦，他们在修行，然后甚至在开悟证悟之后呢，像这个虚云老和尚讲自己是什么，这个惭愧生啊，然后印刚大师也是常行惭愧啊，然后有的祖师像弘一大师讲说，哎呀，我自己好像连五戒都没有吃好啊，然后有的法师就讲说，哎呀，我只是一个这个什么受持菩萨戒的，或者是我只是一个五戒弟子。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谦虚哦，所以不是说修行开悟证悟之后，然后就是哇，我就是要把我所有的智慧全部都要分享出去，不是的，不只是这样啊。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动机就是什么？发现自己的烦恼，然后呢，把自己的烦恼把它照顾好，然后不要让自己的烦恼怎么样。我们出家有戒律上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什么？这个出家不要恼他人啊，你如果出家恼他人的时候，你就不叫出家了，你就不叫修行了，就是发现自己的烦恼，然后把自己的烦恼照顾好，然后怎么样，不要让它变成别人的烦恼，这是修行最大的目的OK 好，还有其他没人问我问题很多好我看你主题这么多的禅师显然你都有研究，你觉得洞山良介在这么多的禅师里面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是他最大 的修行方法是就是最特别的是什么？其实他因为洞山良介禅师跟潮山本，其实到潮山本集才更有系统性的去解释洞山良介的修行禅法。那师父也讲说，其实洞山禅师他的修行真的很高深莫测，那就算他讲出来的话我们都不一定听得懂哦。那但从我第一个举的那个故事，真的是这些修行这些祖师的修行真的是好花了好多好多的功夫去修的。那他所体现出来那一种无心哦，那就是修行真的修到无心的时候，你看连这个鬼神都侦测不到，
然后他的弟子还很开心说，哦，这个有天人送供的时候，他就大骂他一顿。所以他们这一种真的，我们可以讲说，他们真的是练家子的，他不是练口舌的，哦，是这种修行非常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个祖师。那当然他能够去把这个开悟的五个阶段形容的这么透彻的时候，其实后人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也可以讲说祖师们他们在勘验弟子，就是你看这个浮尘一举起来，然后你回答什么话的时候，几句话里面他就知道你到底是有在五位里面，还是你是在五位以外。然后你在五位里面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然后是不是要帮你觉眼魔，然后再帮你向上一着等等的。哇，他们好清楚，太清楚，太清楚。也可以讲说他其实是开展出这个洞山五位的一个架构之后，然后让后世的人可以更清楚知道说这个人到底他是学来的还是他是修来的，然后修来你又修到什么程度啊？有没有到这个能够去把这个真的是离诸系论，然后更进一步的到这个大开大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洞山祖师他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思想啊。那我们有一位菩萨周敏 ，OK， 请说。长谷法师好，是。我有个问题是，我一直认为祖师语录是对我们没有开悟的人来讲是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都是用脑子用思用脑子在想的去看的，你也看不是很懂，如果你自己去找理由看了什么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对修行，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什么帮助。比如像碧岩如这种 他又有祖师再去说别人的祖师的故事，对我来讲这个好像这是我自己觉得，所以我一直不清楚说念祖师语录的这个作用到底是什么，请法师开始。谢谢，非常好的问题哦。事实上呢，我们知道那个碧岩录就是这个圆悟克勤禅师，他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因为宋朝他开始印立这个等于是这个科藏，因为宋朝的这个印刷术到非常发达的顶峰嘛，那在此之前大家都是手抄的，那印刷术一出来的时候，宋朝的这个国家也等于是他们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典籍，然后透过印制大藏经的方式把它保存，所以中国的第一个大藏经的来源是来自于宋朝。那这个把这个藏经一结集出来之后，当然祖师的语录也非常的精彩，所以后面宋朝之后就大家去看这个语录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被印藏的这个风气所带起来。那带起来之后其实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就像你讲的圆悟克勤他去把所有的祖师开悟那最美的那一个篇章把它写出来。那写出来之后呢，如果我们没有老实的修行，然后就看到怎么浮尘一举起来叫做开悟啊怎么这个脚一踢啊手一推啊或这个嘴巴一喝啊他们就开悟啊，我们就把前面我为什么要去把这个祖师的这个修行的地图啊看出来，他们真的是一站又一站的，然后去寻师访道，是真实的，然后也经过这个祖师的老师们的一个勘验。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语录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哇，这句真的是得来不易，是用这样的诗，很珍惜的一种状态去，我们也可以讲说不得不去思维啦，但是我们不要去变成仿制。就是说哪一天你在上课或哪一天你再来向纲的时候，我们这个什么想把一举起来什么事物，你就祖师的语录怎么样可能看得比我们多，然后就背起来然后就回答出来了。我们不要去学那一句话，而是探究到那一句话背后他们到底用了多少的功夫去修行的。所以语录还是可以看，但是我们就不要去把它推出说原来语录里面是有公式的，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文鱼是吗？ Unmute
对，现在听得到吗？可以。对，法师好。我只是对于那个刚刚你讲的那个离卦哈，变成了那个圈圈哦，那个图像非常有兴趣哈。那我是想说，最后一个那个黑的全黑的哈，它那个是不是因为它是有点像中道嘛？那它是不是黑白全就是两个尖就是重叠在一起？那只是用黑的在上面？不是这个意思。对，它就是全黑的，它就是一个全黑的，所以它其实它前面的这个句子有讲嘛，讲说折合还归探理座，它这里表达的它就是全黑的意思。可是像它的全黑哦，已经不是怎么样，它虽然从它的角度它看是全黑，可是它不是像众生讲的全黑是烦恼，全黑的烦恼啊，而是对它来讲，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菩提，全部都是怎么样？同一实相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用这个方式去表达。但是你讲那个立体的部分，反而师父他谈到这个中间这个正中来的时候，师父说你反而可以从一个立体的状态，就是这个小小小小小好小好小的一个一点的烦恼在这个球的中央，你也不用把它谈说正中央，但是呢却被外面很厚很厚很厚这个智慧去怎么样去把它照顾着，所以这个烦恼一点机会出来都没有。这样子 ，OK，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哈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11点呢是香港道场的住持果缘法师要用英文讲五蕴哈 ，Five Skandhas。所以如果可以听得懂英文的菩萨呢，欢迎等一下喝水洗手11点。继续来听英文的无韵。好，谢谢大家。我们合掌让常护法师一问讯。谢谢法师分享。阿弥陀佛。